今届安省省选，进步保守党选前民调一直领先，结果一如外界所料胜出，继续执掌省政府。不过，省民最关注的医疗保健和生活可负担能力、住房、降低税率和能源价格、经济和就业，在保守党连任下有几大可能满足到省民意愿并且得到改善呢？请收看星期一晚6:45全媒对焦。